share my observation about Interrush with you, and I'm honor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team member of the Interrush Taiwan. Because of you, you are already Interrush's affiliate, and you are partners of the company, and you will be thrilled by the momentum you are about to face in the year 2010. 很高兴，这个。 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月来我在 Interrush 所见所闻，那么在 Interrush 公司即将要爆发的这初期，非常的荣幸有这个机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那么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其实比我更要幸运千倍百倍，因为你们已经是 Interrush 的联盟会员，而且你们可以用公司股东的身份来参与一个这样难得的机会。我深信，2010年将是关键的一年。 They said, opportunity never knocks twice, and if you are wise enough, you will grab it the moment you see it. Let's hold this opportunity and not let it slip out of our hands. My dear affiliate and all the leaders, are you prepared and ready for the moment? 有人说，这个机会往往是转眼即消失的一个青鸟，那么就看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智慧，能够在及时把它抓住。 各位伙伴，让我们一起来掌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 Interrush 即将要一飞冲天，改变你的一生。各位伙伴，你准备好要迎接这一刻的到来了吗？准备好了。听这个声音，好像不像准备好的样子。我们今天这么多远道来的嘉宾呢，我们是不是展现出了台湾会员伙伴的这个热情与信心毅力，好不好？各位伙伴，你准备好了吗？好。真的准备好了吗？ 谢谢。贵宾来到现场，也有一些来宾呢，因为有一些事情不客气来，听到这一个消息就让我觉得相当相当的遗憾。哎呀 ，Jerry 哥，你真的是多虑了。你知道现在可是资讯时代哦，资讯时代代表是你只要无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你只要能够把影像拍下来，你就可以传到网络上，分享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世界各地的贵宾，老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拍好这个影片，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 哇，原来这个影片我竟然都不知道。好，那现在我们就借助各位现场来宾的双手，用你的掌声，一起欢迎一下这段影片，一起来欣赏一下各国贵宾对我们的祝福。 我是营业部的 Julian， 负责 Sales and Training 的。直到台湾今年的年会，搞得这么圆满，真的对香港 Interest 有一个好大的鼓励。我鼓励台湾的领袖跟会员都过来香港发展，因为有20多年的 Sales 跟经验，一定可以帮助大家，就是达到更好的 Interest 事业的高峰。大家好。 很久不见啊！我回到香港已经有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里面，我跟我香港的同事一直把香港的开幕市井办好。现在我知道台湾的几个商业会有好多人参加，你们的系列、你们的方向，希望你们可以带到香港来。